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IoT 2023，我是来自 iData 产品管理部的马卫东。今年是 iData 扫描枪走过的第三个年头，在我们相继推出来了歼16系列高性能扫描枪以及歼15系列通用型扫描枪之后， iData 的扫描枪产品阵列又迎来了新的成员。今天我将为大家介绍 iData 全新发布的歼20系列扫描枪。歼20系列是一款超耐用型扫描枪，拥有有线和无线的版本。相较于以往的产品，此次推出的歼20系列扫描枪在小扫描性能以及可靠性方面有了巨大的提升，更加适应恶劣环境下工业制造的现场作业。首先介绍的是歼20系列的扫描性能。在条码照明方面，歼20系列继承了歼16系列的红、白、蓝三色补光灯，并将红、蓝两色补光灯升级为面光源。面光源能够有效的且均匀的照亮不同光线环境下的条码，降低因材质不同造成的反光等干扰，增强了成像的对比度以及图像的质量，使得解码更加轻松。在解码的环节，歼20则采用了更高性能的四核解码芯片。解码效能提升了50%，并且能够更加的轻松识读模糊、破损、低对比度等难读的条码。而在产品的可靠性上面，歼20系列也有巨大的提升。IP67 防水防尘等级，以及2米的水泥地落摔、1000次1米滚筒跌落，为整机提供了强有力的保护，能够有效的避免因工作时意外造成的设备停机，不打断现场的作业。还值得一提的是，歼20系列采用了3250毫安可拆卸大容量电池，满电状态下可以工作12小时以上。连续作业时更换备用电池，设备就可立即投入使用。歼20系列扫描枪让 iData 扫描枪的产品阵列更加的丰富，拥有了能够满足汽车制造、电制造等高端应用场景的能力。未来 iData 的条码扫描产品还将持续发力，为更多的行业场景的数字化加油助力。